我是堂堂的滨绥涂家的党务专员，怎么能干这种龌龊下作的事情呢？你看，德林兄，专员说的多好啊！侯专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待会儿啊，咱们吃好了，喝好了，稍微休息一下，咱们就直奔大国魁，好不好？好，来，喝酒，来。这次啊，我们新组建的地下先遣军，在饮马河、靠山屯和兴隆堵，给共党的土改工作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啊，重创了共军，形势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就一鼓作气，一举歼灭之。我想问一下二位，眼下你们手下有多少人马呀？ 八一五光复以后啊，我那万把千人马跟共军周旋了一年左右，到现在，我是一个标准的光杆司令了。德林兄也够惨的了，就剩下百十来号人了。好，你在这一带不是赫赫有名的三番大辈吗？这一带胡子土匪很多，要拉稀一干人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现在党国正缺少人手啊。好汉不提当年勇了，现在天变了，三番大辈儿他妈也不值钱了。哦，那个奶头山的许大马棒、没虎山的座山雕已经联系过了，他们都答应来咱们大国会开会，他准备接受咱们滨绥涂家保安军的收编。好，哎，那他们有多少人马呀？ 跟我从前比，那肯定是不行啊。他们两家加一起能有个千八百号人。哦，也好也好，没有朱砂，红土也可呀。哎，以后要多介绍些这样的人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好，干了。 等会儿，那边是个小木屋吗？是，是小木屋。行，走，咱有点歇会儿，然后给局子长弄点热水。是，小波小心。会不会遇上共军呢？啊，放心吧，咱们有内线，消息准着呢。 海林往南，一过安宁，那就算消停了。这都是共军，就连他妈的工作队都见不着。他们现在还顾不上这一带呢。西林马西山的部队来了没有？到了有些日子了，这个姓马的司令，倒不是一般人啊。此话怎讲啊？大国魁以前他姓李。 现在可倒好啊，愣是反客为主了。这事儿，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能够把吉林马西山的部队笼络过来，也是壮大咱们的力量啊。老话说，是你的，谁也夺不走；不是你的，你想夺也夺不回来。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将来你们二位的美景，该忍的还是要忍一下。 眼光放远一点，啊，哼，侯专员，哎，德林兄，这出来以后得叫掌柜的，啊，侯大掌柜的。你说这批人来了，归谁管呢？我听风声说还有几个柳子要收这批人，都是国军的队伍，你们两个是副司令，你说呢？还不都归你们吗？ 侯大掌柜，这队伍不好带呀，各个柳子都有自己的山头，都想砸自己的窑，积攒自己的实力，谁他妈都不服谁。你说，再来了一股外来的势力，这一碗水不端平的话，肯定得起内讧。嗯。
一切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只求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吧。那你说怎么办呢？一句话，赏罚分明。对，封官许愿呢，得掂量着点，那帮王八羔子瘪犊子就想着争地盘，别整夹生了。我是心中有佛呀，肚子里装着党国。快，排长。不好了，扶着点吧。来，大哥，再盖床被子。哎，我这老腰啊，咱们是不是找个什么地儿歇一下？我这老腰有点……哎呀，咱们现在兵力单薄，我担心不安全呐。啊，这么着吧哈，我记得前面有个小木屋，咱们去那儿歇歇脚，撒泡尿，行吗？好，好，好，行，那行。来，往那儿走。来，走，这儿，你快点，赶紧找点柴火，咱们烧点开水，我去弄点雪，给局长降降温。是。这么多人，不是国民党就是土匪。这样，你从那个门口出去，到后山的树林里隐蔽起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不要出来。如果我遇难了，你就赶快赶回军区，向领导汇报这里的情况。那菊大姐呢？放心，我在，她在。快去呀！是。东北这儿撒尿得拿根棍儿，不然尿着尿着就给冻上了，是吗？听谁说的？谢司令啊，刚才我看你这一路上情绪不高啊，我能理解。过去你有2000多人的队伍，可是后来在莲花山跟牡丹江军分区老二团的一场恶战，损失惨重，差点全军覆没。不过没有关系，啊，我这次来就是要在绥芬甸召集各个山头的老大聚会，宣布成立滨绥图嘉保安司令部，由你来任总司令。以你的名义竖大旗，拉队伍，到那时候别说是2000、2万都不止。哎呀，感谢，感谢专员的器重啊！啊，谢某一定会鼎力辅佐，跟您一道戮力同心，共图大业。这次实在是委屈您了啊！牡丹江这一带现如今有大批的共军主力在把守，谢某莲花山一战的确是损失惨重啊！我现在已经没有兵力为您鸣锣排场，所以只能请您便装绕道，实属谢某无能啊！有损专员您莅临东北的威仪，还请专员见谅啊！哪里哪里啊！你我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对对对对对，党国！哎，德林兄，你这是咋的了？我这睡不好，拉了尿，你们俩先进去吧。睡不好，来，哎，年轻年轻，哎，小心小心。哎，专员您慢点啊！一样。
你是什么人？西北连天一片云，胡黄二仙下了山。哎，你谁呀？这荒郊野岭，你跑这干啥来了？啊，我神看，这村里有人得病了，传染病。家里人怕传染上，这不让我带这荒郊野岭来治病来了吗？不是，你们干啥的呀？俺们是收山货的。啊，收山货？拿铁杆子吓唬谁呀？而且莫把威，我都等好客不懂规矩。帮我发誓！不好不好不好啊！这个二神帮兵啊，得罪大仙了，赶紧走赶紧走！什么传染病啊？咱们冲了鬼撞了神了，这得倒大霉呀！快走快走！干嘛这么惊慌？老爷，你不知道，东北人都信这个，赶紧走吧！你听话，赶紧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刚刚那个太厉害了，没想到你还会跳大绳。行了，没法，我给你扯闲篇。那啥，你留下，记住没？那怎么行？怎么不能行？我记得不远，前面有个游动哨，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能找着人给我帮忙。那我留在这里做什么？你这样，你留着，如果有人跟上来，你就拦住他们，听到没有？那你一个人行吗？行。记住啊，你自己啊，千万注意安全。天黑以后，如果没什么情况，你就回军区去。是，这样。快把爬犁拿进来，然后咱俩把局队长弄上去。是，快点！白茹，白，干嘛呢？这是？怎么了你？妈，你没看到那儿实在是太惨了，这帮土匪居然还用刺刀剖开了他们的肚子，树杈上还挂着一串工作员和村干部的脑袋。还有翠翠，她那么小，我怎么就这么无能？我怎么能救不活呢？好了好了，别哭了啊！白院长，我现在有一个请求。你说。我请求你们批准我上前线，我要参加剿匪战斗。白茹，妈妈理解你的心情，可现在这里更需要你啊。在这里只是救助病人，上前线我可以杀敌啊。你好好想一想，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同志的生命更宝贵？你是医生，医生的天职就应该治病救人。是，我是一名医生，可我更是一名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杀敌报国，救百姓于危难之时。军人的天职更应该是服从命令。我现在命令你，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
如果前线需要卫生队，我请求你们第一个考虑我，可以吗？这个妈妈可以答应你。医生，医生，有没有人？看看出什么事。医生，医生，鞠大姐，你妈妈手怎么了？鞠媚英，快快快！慢点，慢点，上来。快进！快，马上组织抢救！快点，交给你们了。急死了，快打电话。是。拆装完毕。评委是。关参谋长。报告吕座，一切就绪。哎，李德林今天一定会把那位侯专员接回来吗？嗯，昨天老子可是白白等了一天。李座，据查，侯专员等人因为山长水远，再加上冰天雪地的，昨天路上人困体乏，所以耽搁了。同来的还有谢文东。哼哼，这两个笨货，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啊！他们先跟侯专员接洽。不知道会不会给咱们下绊子呢？李座，您多虑了。侯专员是杜聿明司令委派来的，在为人办事方面应该有一定之规，不会妄听一面之言的。没，那个徐大马帮和赵山雕这样溜子，有什么动静吗？这两伙人马昨天早些时候就已经到了，并派人前来联络，但是没有侯专员的消息，所以我就妄自决定，没让他们上山。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在山下待命了。好啊，关参谋长，有你在我身边，我真是太省心了。吕座过奖。不过你听话，这次他们要是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官职，我们就回吉林。就算他们强留我们，也不能给他们这个面子。大姐醒了，我叫你。没事，我就在这等着。哎，子龙同志呢？就在那屋。怎么样了？
菊大姐，菊大姐，菊大姐，菊大姐醒了。菊大姐醒了，菊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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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博啊，啊，菊儿，有什么话你就说。是子荣同志送你回来的。子荣同志，李素，要不你先回去，等庄园到了，我派人叫你。那能呢？侯庄园大驾光临，我不在此恭候，不合适。李素，到了。侯专员，国民革命军滨绥独家独立旅旅长马锡山率领参谋长关义仲，迎接侯殿坤专员以及各位兄弟莅临大本营。辛苦了，这后半句该是我说才对吧？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吧？怎么着，姓李的，什么意思？啊？这是你的地盘，不错，但兵是我的，不是我愿意在这儿，是侯专员请我来的，不是吗？好了好了好了，什么你的我的呀，都是大家的啊！咱们现如今呢，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是不是侯专员？要以大局为重啊！大局为重，有情为证，有情为证啊！各位长官，里面请。下马。夫人，请入列。
你谁呀？国民革命军中校参谋长关一中。我是胡迪米，我就派你站在这儿。在这儿呢。关参谋长，开始。国民革命军宾随涂家保安军队伍已经整理完毕，请专员检阅，领礼部。又看见党国国军的军姿了。将士们好，为党国好。将士们辛苦了，为党国好。白院长，我还有任务，我就得先回去了。我姐姐的事情就麻烦你们了。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她的。啊，去送送少参谋长。是。再见啊。咱们有五年多没见了吧？记得那会儿在胶东根据地的时候，你跟在我姐和我姐夫身后颠颠跑着，那年你也就14岁。是，小白哥这个外号还是你给我起的呢。小白哥？对，小白哥。是啊，当时我姐夫养了一只小鸽子，是白色的，用来传递情报，可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啊。可惜啊，最后让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是啊，那会儿大伙儿都非常的伤心，好久都缓不过气儿来。到最后，直到我姐她生了翠翠。我先回去了，你进去吧。这样的精兵强将，党国在东北的反共大业必成。谢谢专员鼓励。二位，敌人不胜寒冷啊，咱们能不能里面一叙啊？关参谋长。诸位，里面请。星空，支部飞行虎山崔某，见过侯专员。星空，侯专员，我们奶头山早就盼着你到来了。为迎接你啊，我们奶头山背了份大礼，山兰寨的事都听说了吗？那就是我们奶头山干的。什么他妈的麻子，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工作队啊，穷棒子，你都给他整定了。现在的山兰寨他姓国不姓共了。好好，有许大当家这样的英雄，我们党国在东北的大业一定获得巨大的成功。哎，好。行吧，侯专员，请。好，行。首长。哦，
振博，对不起，首长，我刚去了医院，让您久等了。没关系。振博玉同志还好吧？啊，还好，多谢您关心。别客气了，我内疚还内疚不过来呢。振博，今天找你来，是有件大事，想听听你的意见。是。高博，到。一起把政委和王团长请来，说有要事相商。是。首长，咱们到底有什么事儿？等他们来了再说吧。进屋。马锡山有啥本事？目中无人了。先是搞了那么个仪式，然后就跟着胡正元乱跑，他要干啥呀？不仅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哼，还真拿自己没当外人。刘天秀啊，你咋的了？你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呢？滨绥涂家那说到底是咱们的地盘啊，他马锡山算什么呀？他根本就不入流，你说哪个柳子能认他呀？对不？让他先嘚瑟去。这侯殿坤不是说咱们是滨绥涂家的保安司令吗？可看样子，真没把咱们放在眼里。着啥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德林兄，走着。山兰站遭土匪血洗事件发生以后，令人痛心疾首。这笔债一定要清算。我们军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包围土改和政权建设，担负起剿匪的重任。所以我想成立一个剿匪特别小分队。今天我过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太好了，我同意。田副司令，你跟我们几个说这个，是不是要把特战小分队建在我们团啊？你们团，尤其是侦察排，执行的侦察剿匪任务很多，经验丰富，你们团是最佳的选择。感谢首长对我们的信任。哦，对了，你们团的那个杨子荣排长，选部队到东北以后屡建战功，是不是把他找来一起商量商量，出出主意啊？好啊，高光，到，赶快通知杨排长，告诉他有好消息。是。剿匪。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玩儿。杨伯伯。哎呦，想死杨伯伯了。帽子。哎呀，老杨啊，你终于回来了。孩子，我给你添麻烦了。哎，哪里啊？反正我也没什么大事儿，正好我看他一个人挺孤单的，就陪着他等你回来呢。想不想杨伯伯？嗯啊，老杨啊，徐美英同志脱离危险了吗？不愧是参谋，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杨伯伯，徐妈妈她怎么了？徐妈妈呀，受伤了，但是你放心，她很快就好起来了。啊。这孩子真重情义。是，父母都是烈士，43年日本关东军围剿我们东北抗联的时候牺牲的。后来我们到了东北之后，鞠美英同志发现他在街上流浪，就把他带回家来收养了。杨排长，杨排长，田副司令请您到团部去一趟。哦哦，田副司令来了，那我一块儿去吧。哎。对不起，蒋参谋，田副司令只让我请杨排长一个人过去，等着杨伯伯啊。那行，那你们先去吧，有什么事儿再来找我啊。哎，好嘞。
杏树底村的罗振廷怎么没有到啊？邀请信不是已经发给他了吗？侯专员，据我所知，这个人一贯都是手鼠两端，见风使舵，不来也罢。哎呀，缺了这个臭鸡蛋，难道还做不成槽子糕了？真是的，不来挺好。那臭鸡蛋都算不上。哎，好了好了好了，坐下吧，坐下吧，真是的，哎呀。各位，自四平城攻防战役国军重创共军后，东北战局发展顺利，共军在国军持续的进击当中不断后撤，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才稳住阵脚。目前战局事态是共军局促于北满一隅，与国军隔江对峙，其内部正在抓紧展开土改及政权建设，企图建立根据地与党国继续对抗。反观我党国，在美国盟友飞机军舰的帮助下，正将西南精锐大军源源不断调运至东北，不日将在东北与共军展开决战，彻底将共军赶出东北。现在有请国民革命军东北剿共司令部特派专员侯典坤专员宣布杜聿明长官命令。各位，大家都是党国的人才，是党国的栋梁，秉承先总理的遗愿，遵从委员长的教诲，命成国民革命军东北剿共总司令长官杜聿明先生的重托，成立滨绥涂家保安军，以图党国大业，鄙人深感责任重大。哎，你说的那个先总理还有委员长，他都是哪柳子的呀？扰乱会场秩序，军法严办，带出会场。走，干啥呀？还给我动枪是吧？什么？别动啊！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给大伙点面子，上外头找个暖和地方好好歇着。告诉你啊，以后别再枪怼我，有我在这，我看谁能把你打的。妈了吧！我他妈自找回手，给你脸了。好了好了，诸位，鄙人承蒙杜长官的信任，担任东北大区的联络专员，专权负责收编各地方的武装力量，以配合主力部队在主战场与共党民主联军展开角逐较量。现在我宣布滨绥涂家保安军正式成立。好，首长，您就说怎么干吧。好啊，有你们几位的支持，我心里就踏实了。现在我宣布，剿匪特别小分队就以你们老二团的基础组建起来。田副司令，坚决执行组织命令，即刻组建小分队。嗯，好，坐下吧。我考虑啊，这个特别小分队以一个加强排的配置编制，你们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司令员，我认为小分队应该由一个队长和一个副队长，还有一名军医和炊事员来组成。组成这样的一支小分队呢，每个队员必须极其的忠诚，而且具备特殊战术和战斗技能的顶尖战士才能完成。